山山乡的这个七分沟是乡内真重要的排水，不过因为这乡公所当年拢无经费，会当来维护这条排水沟，河边啊真侪荷花是已经放弃了，连底座拢已经捞出来，真危险。关机关小本乡是回东管护林管来回勘，希望争取到经费，赶紧来维修，来保障民众的财产甲生命安全。山西乡因为财政困难，真侪公共建设拢需要县府甲中央补助。山西重要大排水七分沟，真侪河花拢已经损害，大水一直冲刷，造成土地外流，河乡民非常担忧。条七分沟吼，讲起来是咱诶乡诶迄个大排吼，迄排水啊，因为迄沟花吼，迄已经规个拢放去啊，即无做吼，较我感觉恁袂用会较危险。啊，因为咱山西乡公所诶经费无啥够吼。会较水用电会较无够，所以希望讲管务这边会当甲咱斗斗协助。啊，今仔都消议员也真关心，啊来伫遮来咧甲咱管会看吼，啊希望伊会当替咱争取经费落来做这条沟。关员肖文雄等人会同管府水资处会勘，长达一两公里的河花拢有崩起危机，希望管府重视，尽力规划改善。七分沟讲来就是咱山西乡所有啊大排排堆遮落来，啊因为这几年来吼，那顶头那有补助，管府这边拢补助几百万、几百万，但是咧做一段一段，风台期搁到啊，啊嘛伫咧真烦恼啦吼，啊所以今仔日特别咱邀请咱水资处来看，那水资处看看嘛是讲应该是爱做吼，我嘛希望讲咱管府水资处这边也会当赶紧设法这条沟啊，紧来做开吼，为着咱山西乡民诶财产安全问题啊。梅雨季了后，又阁是风台期，七分沟是山西大水排到外海的重要排水，一旦损害，将危及农花、广大农田甲住户，需要管府迅速改善，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。大中华新闻，台湾新山西采访报道。